咧，系咪总系觉得你嘅真音同埋你嘅假音，接唔上嚟咧 ？Hello， 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我哋 ABA Music Studio 嘅 Vocal Lesson Series 第六集。今日咧，我有靓嘢要同你哋分享。乜嘢咧？我要教你哋点样搭桥啊！乜嘢桥？一个将你嘅真音同埋你嘅假音连埋一齐嘅。橋嘅，學識咗呢個歌咧，你會發現到你唔會再驚上去上到一半，上去假音嘅時候棘住咗，再過，或者係你上去假音，我落翻嚟嘅時候唔敢落，或者落得唔順，就係啦。今日我哋要分享嘅就係點樣會比較順嘅將你嘅真音接到去你嘅假音嗰一度。咁樣嘅話，你嘅 vocal range 咪大咗好多。如果你哋對我哋呢個 vocal lesson series 有興趣嘅話，請多多支持一下啦嚇，一個 subscribe button 關注一下，多謝曬。耶！好多人聽到《中國好聲音》啦，乜嘢《我是歌手》啦，佢哋嘅假音，哇，飆到上去嘅叫幾鬼死好聽。但是到我們自己去飆的時候，就會發現到你飆下飆下飆下，發現到前面有罵down block root block， 怎算好啊？但是我們未進入去講的時候，我們要分析一下什麼是真音，什麼是假音。真音呢，你的力是來自你的丹田的，我們上兩集有講過，就在這裡李小龍教你怎樣用丹田唱歌。這樣假音又是什麼呢？假音是我們 head voice 的一種。咁啊 ，head voice 系用边一度发音嘅咧 ？head， 讲到假音咧，可能你哋唔知嘅就系，其实好多歌手唱到好高嘅时候咧，佢哋用紧系假音或者系 mix 咗佢嘅真音，但系听落去咧，因为佢哋好高级喎，佢哋嘅假音一啲都唔似假音，好似真音。就是这样的效果。这样你又要怎样才可以将这个真音，就是 chest voice 和你的假音，你的 head voice 这两个连在一起呢？你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只字 soft， 轻轻来，慢慢来，细声一点，气流少一点，嘿，是不是？如果你大力的话怎样呢？嘿，亂曬大龍喎，咁樣喎，唔掂嘅喎，要細聲。你細聲嘅話，你同埋你要控制你嘅氣流。咩叫控制氣流咧？你冇好似飛波咁樣，全部攞曬出嚟。你要做到嘅就係氣，唔係氣。你未上到去，你都冇氣咗咯。跟住咧，你咁樣做，你咁樣繼續練落去啊，又。你練曬啦，你覺得你嘅呢個音量你調得幾好嘅，幾穩嘅咁啊，好 steady 咗，你先去慢慢嘅加落去，加啲力，慢慢嘅大聲一啲，咁樣你就會練到咧你嘅 chest voice 同埋你嘅 hip voice 你都可以提升，你都可以提高一啲。講到提高你一個 hip voice 同埋你嘅 chest voice 啦嚇，我會比較建議大家會去推你嘅 chest voice 上嚟多一啲，即係將你嘅真音推高，越高越好。點解呢？你推高咗你嘅真音過後，你會發現到你嘅 mid range 同埋你嘅 mid high range 一度，你嘅聲會好響，你會有好多嘅選擇。譬如講，你今日要唱 rock， 得，你今日要唱 R&B， 嘿。但是如果你調轉嚟嘅話，你練你嘅 hip voice 先，你唔係練你嘅 chest voice 先，你會發現到你好低嘅嗰個可能可以度，你就開始進入你嘅 hip voice， 跟住你會發現到你好
發力啊，你唔夠力。如果你是一個 R&B 性格的話，你會沒問題，因為你唱 R&B 的話，它就是這樣的感覺嘛。但是如果今天叫你唱一些 Rock 呢，你又轉不過來的了，這樣你就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的。反過來說，說回我比較建議大家做的呢，你將你的 Chest Voice 練好了過後，先來練你的 Head Voice， 你會發現到你這個選擇有哪裡可以轉咯。你練好了你 Chest Voice， 你還想練你的 Head Voice 都沒問題，你這樣的話後面下去 你會發現到你會舒服很多。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们今天是学了些什么呢？第一，你要学习怎样去练这个假音和真音的话，你要用轻轻的，你到开那个 roadblock 的时候呢，你就要放慢放轻的慢慢上去，没有冲字过，冲字过出事的。第二呢，就是要控制你的气流，不要被流晒的气，流晒气的话，你会发现到假音你用的气会多过你真音的。你真音的话你 compress 好犀利嘅，假音的话比较容易流气，通常每日都会发现到咁样问题。 OK， 呢个礼拜就咁样先啦，你哋大家千祈要记得，唱歌就好似运动咁嘅样嘅，要长期练先可以练得好嘅。跟住你哋有任何朋友系好中意唱歌啊，或者想学唱歌嘅话，你哋可以将呢啲 video 分享俾佢哋。我哋每个礼拜四咧都会 post 个 vocal lesson series 嘅。呢个礼拜就咁样先啦，我哋下个礼拜见啦，拜拜。同埋要記得唱歌千祈唔好傷到你嘅聲帶啊！係啦，真係拜拜啦，拜拜。